他们是不是已经了解到我笔记本当中的一切，在和我耍手腕呢？走吧，回国，你说呢？我说不能回去，留下来，应该留下来。哼，为了他，为了你的奥斯伯格。麦格里克，我真不明白，为什么你脑子里总是个奥斯伯格？你没想你到中国来是为了什么？在没有听到中国方面的意见之前，你走你是慎重的做法吗？电报上说的情况，你难道不能坦率地和好秘书长核对一下吗？哦，卡西，你说的对。发报。嗯，请吧。好，在中国方面态度没有明朗以前，只要还有最后一线希望，本人不准备离开中国。这是仔细分析局势以后所做的决定。联合矿业有限公司董事麦克利格。好了。哦，卡西，还有两件事，你给冯国柱先生打个电话。